原标题：史记董明纲案纪略董明纲，邢台人也，质朴人落七里氏。初，李义雕图雕生兼以识李氏，遂行苟且之事，公然出入于明纲之家，视民纲如无物，欲使明纲修李氏而欺之。后雕生伤人，入狱二年余，既出，常引以为资，携为以下明纲曰：随时可令如死，不知其因。但灭主举家，明纲恐惧，不敢有言。公元2018年夏，李氏与次子弃于内室，明纲独坐于堂屋观殿室，雕生乘醉于墙而入。明纲左于门口，雕生挥拳击明纲，怒曰：汝寻死乎？敢阻无路，今俱令汝死。劝入同室，搂李氏而撕其衣裸胸，李氏大惨。明纲上前阻之，亦一剑撕裂。李氏哀求曰：但请大王取，妾愿从之。言毕而去，欲引雕生。雕生不为所动，反殴明纲，明纲忍而不发，雕生乃去。未几，雕生还曰：今令汝死。复殴明纲，明纲脸伤出血，入内室嗜血。雕生追，即殴之，次子惊呼，复还客厅。雕生令明纲跪血休书，泣血笔落。雕生以明纲故意为之，劝以车钥匙戳明纲，明纲脸耳鼻手腹皆伤。明纲欲逃，雕生执而留之。明纲急，乃掏戟上剪刀刺雕生，伤及心脏，雕生扑地。即一寻剪之足，明纲见惧，一民乃求于里长，联名上诉于巨鹿县尹，求法外施恩，联名者和960余人。县尹复转案查思，因案律定也。是年秋八月，巡检以明纲故意杀人，转案查思拘讯。案查思既受村民联名信，又见明纲成熟自卫，乃以卷宗证据不足而拒，令补充侦查。巡检复查，于明纲防卫过当，仍以故意杀人罪，一案查思拘讯定也。案查思经详审，仍以防卫过当证据不足而拒，凡三次，案查思乃自行补充侦查。经遍访李义，知雕生乃村霸，而明纲屡受殴辱，实属正当防卫。于是合议，明纲是正当防卫，不予起诉，无罪释放。于是布告天下，和村欢庆，天下称赞，明纲恍若重生。雕生父虽不服，无憾事实。太史公曰：按察司秉公执法，成公平正义之表率，天下当效仿之，以为民望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